所以咱台湾甲平哦，咱唔会去用中国殖民，咱即摆已经知影，已经美国即摆提醒出来，哦，伊就证实咯。即了这美中三个风暴，1972年的这一年初，联合报2758号，足足叫中华民国联合报都无啊，都无中华民国，但是为即摆还是联合报，是为了中华民国，即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比利也是呢，即了这块比较台语。日本政府宣布废止日华合约，你看，因为何在美国要求这条在 ROC 的这条修改是，你爱跟日本签，未使比旧金山和平条约更开的时阵，照这关你都要签关，都爱和平条约下这条以外，所以是呢，你该签何在签台北合约合约啦，哦，哎，伊讲何在签日华合约签，拢无要紧啦。完全让日本哦，甲1972年就甲你消掉去了。日本人是人无咧甲你信，你只要要修改这啥物政权，你们一定是无的。说到最关键的啥？日本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，伊全咧日本台湾两做一个日本台湾交流协会，已经足明显。英国即摆台湾要设好这领事馆，即摆已经要改改历史，已经是台湾的办事处。办事处安尼样，哦，即马就是即个对象。72年的即个在上海公报，讲到即个官报，你个甚至是去用维修，摕因的好处，刷落去，搁即个在寄信机也摕到因的好处，安甲咱台湾出卖。最近咱搁查一下，即个在啥西亚的，伊的即个文件叫抄出来，电子文件，伊要放任中国来吞咱的台湾，甲骗我。所以讲，即马已经拢明显起来了。但是是呐，即条在日本1945年的四月岁，奠定是台湾甲平和的地位，日本天皇的土地。1979年一月岁，中美建交公布，美国政府甲中华民国关交台湾关系啊产生，这是真大的问题。第二段啊，1972年的上海公布，写讲在美国承认即条在台湾甲平和是即条在关系了，诶，认知了，认知台湾平和是。中华人民共和国解脱会，哦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即马声音鼓鼓哦，无咧吵，较早咧讲哦，开罗宣言、波士顿宣言，你上海公报已经也是那声明，台湾平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脱会。结果美国也是那啦，接着在尼克森，下台美国赶紧去协调在台湾管理法，啊，把这条在条文的时点改为美国。诶，这条在韦氏大字典，英文诶认知不是认同，杜琪也是呢，就有在承认，所以是呢，你要现在台湾管理法，美国的管理法，中国就慢慢就逆向，台湾甲平洋甲你一点仔关系都无，因为你是伫去买收块官员，啊，你是要壮大家己的国防，啊，才要来用武力的，参与是呢，要来。即落即一直咧画，即落钓鱼台是伊个，台湾平洋是伊个，南海是伊个，我都拖咧乱话。美国即摆川普个，才去看奥巴马，你拢计去互伊买死伊，甲你推翻奥巴马，赞你奥巴马甲希拉里是全世界哦最笨蛋的两个领导人。奥巴马对不？即落即川普伊都安尼讲啊，所以说第一。1982年的8.17哦，这8.17公报，8.17公报真简单啦。伊就是说呐，履行这1972年的上海公报，安尼。你知影惊我大会你知道？惊我大会头一条就是讲太太永远是对的，第二条要遵守第一条，第三条要遵守这条内关的太太永远是对的。啊，代表嘛伊，侬嘛伊讲，这条这。上海公报是伊的，所以帝国公会有第二条、第三条吼，遵守第一条，安尼，哦，啊，这也是咱讲清楚，美国真巧，台湾管理法，台湾管理法搁一个六项保证，台湾管理法就是这个吼，这咱台湾就是美国的这个保护法，六项公报就是跟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关联都无，我要为台湾的武器。无限制的，我啥物时阵拢会使。第二，我也袂叫你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做调停的，啊，我也袂使即条在讲，恁两个国家我甲恁吵，我也袂甲恁吵，安尼六项保证。所以，咱即条在讲了，佫
克林顿甲伊某，克林顿宣布一个即条对象，即条对象例如1998年的6月30日，克林顿三个不正式，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，就当然的啦。啊，中国嘛是利用我你台湾本身独立，你独立的是你十五一条。啊，我想台湾都当然袂做独立的，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啊，不支持一中一台加两个中国。那中国人话甚至个，人家美国讲一中政策，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，我怀疑啊。那美国是讲台湾是台湾，你中国人，你中国全世界是中国，啊，无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灭亡了嘛。啊，是中华民国因在袂记起，搁咧笑，即个哦，对，美国讲一中，就是一个中国，就是中华民国。好，因一中去割表啦，去或者啥物咧表，江西老表啊。所以有啦，即条在第二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国家，两个中国。第三不支持台湾参加与国家的主权甲国际组织无对啊，袂使用或者即条在中华民国的。操，即摆已经袂使用台湾，爱用中华台湾。即摆袂使用中华台湾，袂使用中华民国，爱用台湾。即摆已经就是变成安尼，川普要对中国对付，要对付中国经济。啊，甲也是咱政治的，甲一个一中政策，拢计是要推翻。美国讲4年4月13日，美国前一副总统，美国嘛不支持台湾独立，啊，徛在这唔免阁讲啊，这个台湾独立都无这代志，这人好对，啊，这个所在是你的，我干阿伫咧遮一直咧煽动大家讲，咱来住在这个厝的时阵来登记咱的名，袂使，咱来独立袂使的呀。这个人就是或者。伊个号称叫国务卿，伊号称哈维尔，即个哈维尔就是伫个即条在迄个号称啥尼克森的时代，伊是国务卿。伊哪样讲？你讲好似你十二年五月份啊，是伫个北京哦，伊也是呐，专门讲美国政策很清楚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不是独立的国家。哦，啊，这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，那乃是美国政策。美国始终如一政策，而且中国人民，台湾是台湾嘛。所以，这年头这观念非常清楚，因哦，拢会是伫个最近发生一个代志。川普的时呢，就是的时呢，甲进前或者奥巴马讲，所有是美国官员不可以来台湾访问，不可以对台的时呢有这个或者接触。最不念是来攻击部位哦，这下美国的官员可以直接到台湾来，可以跟台湾接触，什么原因？不是跟 ROC， 不是跟这个在中华台湾，是咱台湾啦。刚刚为时的是呢，因为你两三年前，咱台湾全世界免强征，是咱台湾人的身份证免强征，咱台湾人免强征，不是因为 ROC 迄中华民国迄本奇色的 passport 都免强征。了解，人家对台湾就是对待，哦，所以既然在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，那还是美国政策，美国始终如一的政策，无对。你讲国人伊就是安尼，既然对咱的秘书长传两百里外去美国也过，本土台湾人碰到美利坚合众国，啊，还有 United States 是 American 哈，啊，既然对关键的秘书长摸到性爱模样。安尼去搞，啊！今年3月初9，蔡英文伊也爱去即个辩论，美国总统也派去辩论，啊，派律师去辩论，哎，就是嘞，咱赢第一阶段，咱赢，即个美国伊都要履行咱建设的咱的即条这些，咱的即条这方面，司法案件会负责，伊会即条在进行。所以咱即摆来，就是我拄仔讲的即即摆比较重要。但咱无国籍，无涉及前面的政府，咱也是伫政治任务中，主美国爱主动协助台湾，美国军事占遐重要，台湾较平和。即我拄仔讲，咱美国中国，即正宝贵，看没有什么，就是安尼迄两句话。即就是咱伫美国华盛顿 DC， 咱设立办公室，设立办公室，即有一个意义的。我拄仔跟你讲，伊拉克26个民政府，美国去承认啥物人？爱承认伫个美国有办事处的，结果就是一个，原来是美国华盛顿 DC 办事处。
当然是美国承认的。咱台湾民政府原来是伫个美国华盛顿 D.C. 办事处，咱咧拢有上亿，你拢承认。结果就是咱美国上来者，上来者美国总统奥巴马甲拥抱进上，即代表啥？我承认你台湾民政府，你了解了？说到这，这是啥？这是日本的皇宫的二重桥。我去年有去过，住喺二十七个公尺的所在。日本天皇啊，规排家族住喺遐的时候，互咱拜师，就是爱行过这个。啊，这顶头就是啥？就是日本天皇皇宫，安尼伫遐行半年外前久。或者什么意思？日俗美战进入重大意义。所以这个对咱台湾较平哦，咱台湾民政府即摆也是会使讲，咱已经送袂到全世界拢承认咱哦，连阿国哦，伊的底线就是这个对 GDP 也是63哦，还是足够啊，即摆较低哦，承认咱台湾，承认咱台湾等于就连阿国承认咱台湾，当然是无咱台湾加入去，但是以国家来对待，咱发心就是，你看，这是咱。修行，你体的修行是中华民国的修行，好吼、哦。来，咱来发汽车车牌，哎，这是去美国开开酒会，啊，这夫人啊，在美国开酒会，哦，今日时间到，我跟你分享到这，谢谢，阿里嘎多，跟你们。